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凯。那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乌拉西镇，挨着这个248国道。这边这条江叫、江啊，这个不是江，沿着江昨天走过来，走到这边拐过来之后，这个叫九龙河，已经不再是江了。昨天晚上咱们在这儿录了营，现在已经把这儿都收拾起来了。昨天在这儿还是挺好的，这个位置在这儿露营，然后去对面人家那个加油站那儿，去人家那儿洗了洗衣服，把所有的衣服都给简单洗了一下，洗了一下衣服。刚才的话人家那有热水，尤其是打来热水，这个是200开，这个也是，这个还是有点烫的，打了点水。这个是我昨天的生活垃圾，现在的话打算去扔了。昨天在那儿洗了洗衣服，把这个衣服又给洗坏了。昨天人家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，现在咱们去把这个生活垃圾给扔了，一会儿的话咱们继续出发。这儿的环境特别特别棒，陡峭的悬崖，后边这条河就叫九龙河。这个垃圾得扔到那边那个垃圾箱里，大垃圾箱里。这边这种的是草莓，本来昨天哎呀正常该晚上剪剪视频，然后早上出发了，因为手机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晚上闪屏闪来，根本一点也不能动，特别特别厉害，所以昨天晚上就没有剪视频，又到今天早上醒了，一直剪视频，剪到现在。这个就是卫生间，这个手机屏可能是白天，像现在早上它就没事了。然后到白天到中午热的时候它会闪，但是你拍视频的话，怎么说呀？它闪一下能停一下，闪一下停一下，你也能看清。但是到晚上了，好像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可能是热了厉害了吧，还有闪了就不停了，一直闪，所以的话晚上没法剪视频。这个停车场是新修建的一个停车场，这个的话是人家这儿的，这个叫天桥村农产品交易中心。这边这条河就叫九龙河，河一直沿着这个河往下走，流这个河嘞，最终流向流到这个雅砻江。这里边就是咱们昨天晚上露营的地方。好了，咱们现在的话就抓紧时间继续出发。好了，咱们现在继续出发。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棒，这个环境也好，露营环境也好，而且什么都有。我要是有物资的话，我就在这儿多待一天啊。我连面条就剩一丁点了，根本不够吃，什么也没有。而且这附近也没有小卖铺超市什么的，所以咱们继续得往前走，还得去买一把面条。这边的环境是真好，这种小院子，河坝村，
直到田居、桃源、乌拉、乌拉西，这边的环境更棒。这个果实不知道是什么果实，特别小，路边这边趁路边又摆来卖来这个，连着卖这个小来这个就是那个，这个不知道叫什么果实。对，人家这两边种的是桃树，这个是桃树是吧？桃树。这个是石榴。石榴，我的。啊，这个。哎，找樱桃。人家哦，刚知道人家这种了一只樱桃。我尝尝的。吃樱桃。对。哦，因为这个天气大了，有些老虎。昨天我朋友可能就在对面这儿录了一个。他给我发位置显示就在对面这儿，但是现在的话他早已经走了。这好吃。嗯，那你把这个吧。一包面条，一包方便面。什么时候到九龙？到不了九龙，估计。啊。中国花椒之乡。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乃曲镇。现在下开雨了，今天晚上估计得有雨。这个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实，这路边长那个，这个可以吃，但是这个有点酸，特别酸，吃起来还是挺爽的，微甜。有认识的朋友可以说一下，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。这个特别特别酸，可能是现在还没有长成熟的果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。今天不好搞了，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，今天有点阴天不说，一直走这个山谷里边它也没信号。所有的所有，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，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。现在下开雨了，下大了。哎呀，今天真难搞，六点半了还没找到露营地，要下起雨了。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城和秋。下大了，下大了，今天是完犊子了。
这都七点还没找到露营地，还下起大雨。给你承受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城和九九，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，给你承受，你给我迁就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练花就不走了，露营了，天已经黑了，而且现在下雨，露营地一路上特别特别不好找。现在已经七点半了，现在我已经住上锅了。今天是4月17号，周一。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。这个字在这应该念，有这个字是个多音字，一个念虾，虾普的虾，一个念嘎，在这应该念嘎，嘎尔镇扎日村，还是挨这个248国道，这个是这个248国道。今天一路上露营地特别特别不好找，根本就没有露营地。有村子来的话也是道边这种小村子，去那问过一个，人家不让也就没有在露营地，而且有的地方他这个地方也不能用火，在这儿的话多少还好一点，赶上雨批吧，今天这风也特别大。这有水，这边这还是这个九龙河，下边这那有一个山泉水，用水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，而且的话这还有一个垃圾池，水的话在下边这个地方。不往下走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那个水管那流的那就是水，它这个是山泉水，我现在用的这个煮饭用的就是从它那打来水。天快黑暗了，现在赶紧做点饭吃。现在这边的风非常非常的大，没有露营地，有露营地的话真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，没有办法。现在下开雨，哎呀，特别特别不舒服，这个地方待的特别特别不舒服。哎，先戴面罩。你路上没有好的露营地，你得一直走。到现在这儿也不算好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今天路上买了一板面条，这一板面条10块钱，但是它这个也不显示有多重，都没显示。买一点吃吧，没有要不就没有了。买了一板面条，一袋方便面，把身上这个1块1块的花的差不多了，还剩下几块钱。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大雨，下大雨就完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面已经好了，天现在有点黑了，黑透啊，赶紧吃点饭啊，吃点饭啊，我下大了，赶紧一会儿把车给蒙起来，风也特别大，现在这个手机现在呀，天黑了，什么也看不清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进到我帐篷里边，刚才下雨下了呀，把帐篷里边好多地方都弄湿了，都下湿了。这个刚才风吹特别大，把帐篷都吹倒了，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是湿的，
这儿湿了，后边这儿也是湿的。现在总算好点了，不怎么刮风了，也不怎么下了，下小了吧。现在还是用我这小手机拍的，这个大手机，对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一到晚上了，它就开始闪。你这样拿这个小手机看，它能看清下面，其实是全屏闪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特别特别着急。每天到晚上就是一直闪，一直闪，想剪视频剪不了，但是到早上了它又会好一点。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吧，今天晚上再下雨的话就真难搞了。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湿了，现在帐篷下边都是湿了。这个因为这边高，这个下边这其实都是湿了。今天从那个出发地，叫乌拉西镇走过来，走到这儿的话，今天 一天走过来走了有48公里，不到49公里。本来其实走了也不少，因为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是快一点了才出发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基本上就没停，一直到这儿的话就快七点多了，好像是七点多了吧。今天走了还是挺多的，但是今天这个露营地呢，今天的环境实在是糟糕透了，这是我露营出来最糟糕的一次露营环境。露营到路边不说吧，刮风，刮风，而且的话还下雨。刚才吃饭的时候天又黑，我也没有再拍视频了。你煮着面吃，边吃边下雨，边吃边下雨。我赶紧吃完，赶紧收拾，把这个帐篷什么都蒙上。刮风大了，把这吹倒了。现在帐篷里边好多地方都湿着了，铺了这个都湿了，但是被子没湿，还是挺好的。咱们现在距离九龙县的话还有很近了，好像就20-30公里了。我朋友他已经走远了，他已经过了九龙县了。所以的话我就不再去刻意来追他了，那可能接以后的路程我跟他可能也就不在一块走吧，因为我追不上人家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就这样了，喜欢小凯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关注，小凯再次感谢大家了，拜拜，晚安了。